男人对你动了真情，逃不过这四个表现，装不出来。一，总是偷偷看你。男人喜欢上你，总是在你不休息的时候偷偷看你，因为喜欢，所以目光总是聚集在你身上。当你看他时，他会红着脸迅速把目光转移。二，和你在一起做任何事情都是顺路，他会顺路接送你上下班，顺路陪你做任何事情，顺路只是借口，想和你在一起才是目的。三，有困难第一个出现在你的面前，知道你有困难，他会迅速来到你面前帮你解决，而他只会说都是小事，不要放在心上。试问如果对你没意思，他会不求回报的为你做任何事情。四，主动和你聊天，每天都会主动联系你和你聊天，而且和你有说不完的话，如果你不结束，他会一直和你聊下去。爱有时不需要说出口，懂你的人自会感觉得到。